其实我们在清修化瓷标本的过程当中，都会已经把它处理过。当化石修补到一定的程度之后，会先涂上一层固化剂。这层固化剂可以使化石更坚固。在上固化剂的同时，必须让化石吹着热风，借由热胀冷缩的原理，使化石的毛细孔张开，让固化剂更完全地渗入化石内部。大家好，我是时尚自然探索屋的营业处陈经理。所以一般收藏家买回家之后呢，其实比较建议他们都是可以开除湿机。那如果说比较小型的，好，或是像陨石之类的，比较怕潮湿的，一般都建议把它放在那个防潮箱里面。其实对于一些小型的收藏品来说，保存的方法相当简单，只要开除湿机，或是放置于防潮箱里。重点就是确实的做好防潮的工作。如果说有遇到类似像化石，可能放久了真的潮湿，然后因为这样子有毁损的话，我们也都会针对不同的化石来去做不同的处理。比如说像恐龙蛋，那恐龙蛋处理的模式也都不同。那像陨石的处理，那过程的手续更复杂。那像一般的化石啊、恐龙啊这种，在固化处理的方式也用非常非常不同的一个方式下去做。好，所以这都是比较专业的领域。好，但一般我们在收藏化石最重要的两件事，就是第一个怕摔，再来的话就是怕水，这样。其实我们会控制那个空调，就是像除湿机这样的类似东西，把它保持一定的温度跟湿度。在展场里，会利用空调和除湿机，让化石24小时都处在一个恒温、恒湿的环境当中。所以，就算展场里的人潮众多，这些珍贵的化石也不会因为过多的湿气而受潮损坏。其实它是用那个复制的方式，因为有些真的化石标本，它并没办法做非常长期的展示，它必须要借由一些辅助的器材去给它呈现出来。那有些部分它会是真的化石，可是它展出的时间并没有办法说那么长，只有一段期间一段期间的部分。化石如果长期展示在外面，免不了会有一些意外的损坏，所以为了降低这些损坏，在展场里的化石有一部分会用复制品的方式来呈现，而真正的化石会安全地放置在库房里，受到严密的保护。